前天王伟提对树顶来加了一条大大粒的这红油，台南的红油在文旦采收接近尾声了，才刷来登场。前天表示讲，台南地区种植红油的面积大约是上百公顷，数量无济，要品尝下手就要紧。例子来说了，我们麻豆文旦的种植面积在1000多公顷，哦，红文旦的种植面积只有100公顷，大概只有文旦啊的1/10，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红油蛮珍贵的啊。文旦一下就销完了，你知道文旦接下来产期开始的红柚，也就是红文旦，它只有100公顷。红柚被称作是红宝石，台南地区种植的历史超过着40冬。至于讲红柚要安怎来选，朱清的油阿龙表示讲，4-5冬就正好食，嘛免烧水，搁唔免老长的。唔免红文旦，唔免红文旦，唔免咯，唔免。伊啊，哎，洗得最好食呀，拢会。四冬五冬过冬开始咧加生，啊，平生起来拢做只，嘿，所以这阿文旦无分新长甲老长。你的文旦爱20冬起嚟，甲算老长。阿文旦4-5冬就会当收啊。体型大大粒的红柚，红色果肉富含着维生素 C， 等等营养成分，伊酸甜啊酸甜，结果真多。非常漂亮啊，内容啊，营养这个果品也非常好的。那其实欢迎大家来品尝。吃吃看你就知道，吃吃看你就变主顾，吃吃看你就觉得这个红柚确实是最好的水果。农家叫表示讲，购买时阵看到果皮愈粗愈好，是伫青色来红色的赛季。但农家计爱有淡薄仔顶到开始加班，因为讲红柚数量无济，要来品尝，下手就爱买。咱品新闻，但以下摸到彩虹报道。